您可将 Verve 360与其他 Verve 机台互相配对。当您拍摄时，只需在一台机器上操作，即可联动所有配对的机台开始进行指令。在机器主选单中选择无线设定，进入遥控，开启远端遥控功能。开启后会出现已设定为主要 Verve。在延伸机台上进行一样的步骤，选择无线设定，进入遥控，开启远端遥控功能。此时要将这个装置转换为延伸机台，按右键，再按 OK， 装置会开始搜寻主要机台并连线，重复以上步骤即可继续配对其他延伸机台。在所有相机都连线完成后，即可在您主要的机台上开始操作。想了解更多关于 Verve 360，请参考同系列的其他影片。谢谢收看。